接好巴西小姐姐，出发盐湖。这里提前对大家说明的是，此机没有巴西小姐姐出境，没有经过别人许可，我是不能公开漂浮盐湖的比较私人的内容的。穿过浓密的椰枣林，希瓦的盐湖，此行就是为它而来。摒除了埃及所有的景点和地点，只是为了网络上的一张图片，一张躺在希瓦盐坑上的俯瞰图。国内只去过了大小柴旦湖、查卡盐湖周边，国外只去了土耳其图瓦兹盐湖。大柴旦湖游客太多了，不能下岸，且在修建游客中心，随时准备收费。小柴旦湖更类似于青海湖一样的大湖泊。图瓦兹只是因为每年五月的火烈鸟季，而非本身。不知道玻利维亚的天空之镜是否也是炒作，但希瓦的盐湖绝对让人惊艳。在静如镜面的大盐湖笔直的中间大道上行驶，就像开往神秘的天之尽头。随后深入盐田内部，只有寥寥无几的挖盐车和运盐车，各式各样的盐坑大多青蓝无比，也有粉色和铁锈色的，非常的干净，但也非常容易磨伤皮肤。希瓦的盐湖真的是出乎我所料的好看，这个水真的是太纯净了。其实我更喜欢那边的，像河流一样潺潺的泉水，像蓝宝石一样。然后这一块呢，就是一个非常规整的矩形。今天阳光也特别好，啊，看看这个盐水，我们是可以下去的。天哪，希瓦的盐湖也太纯净太美了，而且所谓的图瓦兹的粉红盐湖，这里不也是粉红的盐湖吗？还配着像蓝宝石一样透亮的盐体晶水，而且没有任何游客。天哪，就像真正的盐晶天堂一样，太美了。如果不是当地人带我们来的话，恐怕是来不了这么美的地方，只能在那种大的盐湖的堤坝转一转了。看看希瓦的这一个粉红色的盐湖，刚刚路过了好多好多更美的小盐湖，但是呢没有停下来，因为我的法国女伴她想来最深的这个盐湖，在里面游泳。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它是可以飘起来的，虽然这个盐湖没有那么晶莹透亮，但是可以尝试漂浮的感觉，不会游泳也没有关系，有点小期待了。可惜没有无人机，有无人机一定超美超震撼。现在我要去尝试盐湖的漂浮功能了，我有点害怕，因为我不是特别擅长游泳。这个盐湖不是最清透的，但却是最深的，和巴西小姐姐一人一半的盐湖互相拍照拍视频，亦或是安静地躺在湖面上，只有风和身体触碰盐面激起了涟漪，没有任何外界的网络沟通。偶尔闭上眼睛感受身体完全放松的轻盈，偶尔睁开双眼仰望头顶的天空和白云，真的就是放空的状态。不要觉得我文艺，这仍旧是普通的生活。你看那位突突车小哥，为了避嫌，一开始便铺好毯子，躺在车后面的盐地上悠然自得。难道他过的不也就是我们所认为的落后的民族的普通生活吗？也许自己都想不到，2020年做了这么多常人觉得很大胆的事情。你们以为我想了很多吗？没有。我只是想到了就立刻去做了。也许这一年对地球和人类来说是无比糟糕的一年，但对于我这样的宇宙间的浮游来说，也许是新开始一年的结束
和起源。宇宙苍茫，生命有限，万事皆有因果。这里和我以前见过的盐湖完全不一样，看看湖中的盐的结晶体，我刚刚看到好多盐晶石，可以随手捡着带回家作为装饰品的，据说可以吸收辐射，对身体也大有好处。再看一下这些盐体，哇，跟之前看到的粗盐不一样，你看这个盐的细腻程度。那边还有一个月牙形状的盐湖，在对面还有一个铁锈色的盐湖，而且这里没有人烟嘈杂，好喜欢这里。喏，这边还有一个粉色的盐湖，小湖泊，呈长条形的。在镜头里面，颜色的显现不是那么明显，但在我的眼睛里，它确实就是粉红色的。见到一个超美超美的湖泊，就是在这里，太美了，就跟网红照片一模一样。这几个盐坑便是我1600公里为之奔袭而来的网红照片的原景地。实际上现实的晶体色彩和阳光下的青蓝通透更让人难以忘怀。我不知道下回再来的时候会不会人山人海，但好在现在我来了，我也遇见他了。生命漫长，我们不必要翻山越岭去见另外一个人，我们翻山越岭的要去遇见的，一定一定是另外一个全新的自己。